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 channel。 现在我搭船去澳门了，今天跟个 friend 去澳门看张山演唱会。哇，这么快我来到澳门了，现在去搭 shuttle。 我 friend 说未够钟拿酒店房，我们现在去官雅街，所以转太搭的士了。搭了47元的士来到官雅街这边。官雅街这间老的牛杂，好像是挺多人排队，排队后面。不过现在有点肚饿，跟个 friend 医了个肚先。走到来地堡街，我们看了很多间餐厅呢，那朋友推荐这间我的意大利厨房。入去试一下先。入边嘅装修咧都几靓嘅。好啦，我哋安排咗侧边窗边嘅台啊，同大家睇下个 menu 先。呢排是不同款式的意大利包，这边是啲汤、餐前小食、沙律。哇 ，pizza 都有很多不同款式喎，价钱都不贵。哇，呢版都是 pizza 嚟噶，咁隔篱呢版咧就是意大利饭同埋粉嘅。今日等我 friend 发饭啦，唔知系食饭或者粉嘅朋友，呢边有好多 main course 嘅，嗰啲海鲜嘅拼盘。中意食牛嘅朋友啱晒啦，有好多唔同部位嘅牛。呢边系啲甜品、嘢饮。我 friend 啱啱问我饮咩，你饮酒咧，你嘻嘻。我去完洗手间，原来个 friend 已经嗌咗嘢食啦。咁咧，先嚟咗一个。小食啊，得咩嚟噶？点解冇人同我讲嘢嘅？好惨啊！佢知啊，系乜？总之好好味。系咩？系咩？好彩仲有人认下我机啫，如果唔系要我自闭啊！呢边有熊掌芝士，攞嚟衬个包嘅。呢个番茄酱啊，系咪有啲洋葱？系啦，跟住有个多士咁样啦。香葱。系咯系咯，好啦，唔客气啦。是啊，微辣，橄欖油 mix 嘅呢個。嗯，這個咧好脆啊，同埋嗰個洋葱味都好出。嗯，這個好脆啊，正正。啲驚喜喎，個包暖暖地嘅喎，我放咗啲芝士同埋蒜蓉啊，我 friend 話好食啊，超開胃啊呢個包。哎呀，我個 friend 咧嗌咗杯白酒啊，呢個價錢唔貴喎。50元一杯啫喎，有人话要帮张生打卡喎、哦，喂，呢杯嘢好抵喎，50元台币，系啊，知道啊，得唔得？味道好，系，唔 dry 嘅，嗯，有少少果香味，嗯，舒服，继续 enjoy 啊，因为我要食中药 ，yes。一个 friend 之前试过呢间啦，咁啲嘢食唔错，尤其是呢个酱咧，呢个蒜香味咧，少少辣辣地，同埋。本身有啲橄欖油，冇咁辣啦，辣得嚟就算係咧，都唔會好乾。呢個包咁樣食好正啦、啊！我 friend 咧之前食過呢個蜜瓜嘅帕瑪香，原來佢呢個咧仲加埋個薄餅嘅喎，真係冇介紹錯喎、啊，大大份。呢、這個薄餅係啱啱烤起嘅，對面嗰位小姐啊，急不及待啊，好唔好食呢？食緊啊，好忙啊，唔好阻住我添啊！正，呢個食法我第一次，等我試下。就咁樣食咧，一啲都唔流啊，仲要好 fresh 添啊，個蜜瓜超甜啊！我 friend 另外嗌咗呢個海鮮貝意大利飯，啱啱整起，熱辣辣啊，飆曬煙啊！呢个海鲜饭都好足料，见到有虾啦，有鱼啦，哇、哦！呢边仲有喂点啊？呢边仲有好多片啊、青口啊、加油啊，我应该摆咗90%啦。唉，好惨啊！要食中药啊，你睇下。
個意大利飯咧，個飯煮得啱啱好，好有咬口啊！我話淋得滯或者硬得滯，同埋個汁咧好香啊！嗰啲海鮮咧都好新鮮，呢個飯都好正啊！喂，靚女，同你飲杯啊！飲杯，但我呢杯苦苦嘅中藥嚟嘅，你就好啦。好啦，我哋 total 食咗$316，哇！呢度好抵食啊！條隊係排到咁厚啊！咁啊，禮拜六條街超級多人。聽話想買呢間仿記餅家，跟住再入嚟呢間香記肉乾買豬肉乾。我哋嘅牛骨包好食，好食係啊！係啊，大塊一般得噶啦，唔使咁係啊係，唔使咁大塊，唔係唔使咁細塊，係啦，咁樣得噶啦。有啲真空獨立包裝嘅，佢買咗兩個分開裝，$200+，$226，之後再入嚟巨記買嘢。飽飽搭的士嚟到倫敦人呢邊，入到嚟倫敦人，而家去攞翻間酒店房。間房冇咁靚，冇緊要啦。我而家上翻酒店房，搭 lift 上12樓啊！我哋上到酒店樓層，多謝朋友仔拎咗間免費房俾我哋啊 ！Thank you。洗手間呢邊咧，呢邊有個浴缸同埋個企位嘅沖涼位置。呢邊咧。洗手盆同埋一个坐厕嘅，望落都好光猛啊！我哋今晚呢间酒店有啲远啊，不过远望呢个新濠影汇酒店呢边，我哋行翻上去伦敦人综艺馆 Pop Up Store 买嘢。我摆住呢啲口罩搞。我哋过嚟一次买公仔啊，买蜡烛图啊！你上次买咗只啊？我上次有一只白色嘅，白色靓喎、啊。等我都抽翻只先，就佢啦。唔该，我抽到边只？好啦，靠你帮我拆开啦，睇下系咪我想要嗰只先。可以粗鲁啲噶，好似我个人咁，唔使咁斯文嘅。咦？粉色嘅？咦？粉色都系我中意嘅喎。紫色啊！啊，好得意啊！睇住呢个，紫色啊，呢色。哎，好好啊！系咪咧？系咪咧？唔系喎，都有两只噶，绿色一只都系嘅呗，唔紧要。等等。紫色啊！哇，好靓啊 ！Yes。耶！得意啊！好长得个样子。哇！我哋上翻4樓呢层，上到嚟4樓呢度，唔通张生出现咁多人嘅？Thank you.
2,000 years later， 現場勁多 fans 抱佢，我哋都排隊買嘢。而家排隊幫咪咪買隻碟啊！上次我嚟咧係冇紙袋啊，所以今次咧要加翻10蚊買夠兩個啊，儲齊式啊！Pop Up Store 旁邊咧有個位咧俾人打卡嘅，有個公主俾大家同佢影相嘅。啱啱喺酒店房落翻嚟，諗唔到食咩？食呢間喜公館。入去同大家試下，我哋安排咗呢啲二人台啊，同大家睇下有啲咩食。呢边有好多唔同款式嘅海鲜啊！呢边咧系大众点评推荐嘅菜式，前菜同沙律，有唔同款式嘅汤配菜。呢边咧有啲面啊、饺子啊，同埋饭，仲有三文治同埋粥。呢边咧系啲饭意粉。有西式的餐单嘅，不过今日晏昼食咗意大利嘢，唔系好想食。最后咧，我决定食呢个海南鸡饭，因为价钱174蚊。我啱啱点咗个海南鸡饭，我 friend 咧就嗌咗个 XO 酱猪软骨拉面，而家睇下饮咩。呢间餐厅除咗圆台，旁边仲有啲吧台。睇下飲咩先，咁呢度有啲果汁，白酒、紅酒、咖啡、奶茶啦，啲泥牌嘢，仲有雞尾酒、威士忌，呢度仲有啲手工啤酒添喎。見到呢個紅棗桂圓紅茶，嗌過嚟試下先。喂，終於有翻啲熱嘢食喎，係咪好凍啊，靚女？係啊，所以我醒。澳醬豬軟骨麵啊 ，enjoy！ 我咧就嗌咗個海南雞飯，佢呢個油飯個色水都 OK， 個雞目叉都 OK 嘅，試下先。呢個雞嘅肉質都幾滑，呢個海南雞算唔錯啦。剛才看來看去這裡都沒什麼中式東西吃，吃回個飯暖一暖個胃。這裡的服務都不錯，我們叫了一壺這個紅棗桂圓茶，他拿了兩隻杯給我們，這個份量都很大啊，68蚊，抵飲啊。這個茶很足料啊，平時大家可以在家沖來飲啊，不過呢因為看現場會怕大家肚痛，所以飲熱飲啦，暖下个胃。嗱，啱啱埋咗单，我哋 total 食咗429蚊。咁呢度咧就冇话限时，咁坐得舒服嘅。而我哋去睇轩仔演唱会啦。啱啱食饱饱，行翻上嚟，呢度有间安德鲁蛋挞。哇，几长龙！而家时间7:30多啲，你睇下几多人入场啊！亦有好多 fans 喺 Pop Up Store 度呢边扫货。超多人咯！我哋啱啱搭扶手电梯上一层，呢边咧好多人派应援，我又排下先。哇，好长龙啊！啱啱攞咗两张卡仔啊，跟住咧我喺呢边再排。啱啱攞咗应援啊！你睇下有茄子啦、麻雀，仲有呢个张生嘅樱花树下。另外仲有啲卡，同埋咧，呢个咩嚟噶？票夹啊！哇，好靓啊！多谢你哋啊！时间7:09，我哋而家入场啦。嗱，入咗场啦，睇翻呢个真系好得意啊！你个粉丝咧送咗两个应援嘢，好得意啊！
開心嘅事，好得意。我唱咗14晚，今晚係第一晚，有種好似考試嘅一種緊張嘅感覺。因為我嘅其中之一位嘅人生嘅偶像，可以話係我嘅音樂嘅啟蒙老師嚟咗。咁啊，我出生係一個好典型嘅內地嘅公務員家庭。我媽媽本身係一名交通警察，以前咧係夜晚黑要出去查車啊，睇人哋有冇攬安全帶啊嗰啲咁。但係佢喺1989年、1990年開始咧，佢厭倦咗喺政府入邊做公務員嗰個鐵飯碗嘅生活，所以佢決定下海。我媽媽係屬於喺改革開放之後第一批下海嘅女強人。然之後佢最初係做少少嗰啲貨 van 運輸，揾到第一桶金之後咧，我媽媽係一個好中意玩嘅人嚟。咁佢就開咗一間廣州咧，當時叫做即係好細間嘅，但係應該喺歷史上面係第一間嘅卡拉 OK。當年咧冇卡拉 OK 呢個 terms 嘅，係叫做歌舞廳。呢間歌舞廳嘅名叫做芳草之夜，因為喺廣州一條好靚嘅街叫做芳草街上。然之後我逢星期五、星期六咧，我都有40分鐘嘅表演時間，我媽就俾我自己去玩，因為冇客啊嘛。細細個嘅時候，哎呀！收唔翻啦，算啦。即係嗰陣時啦，咁啊，成日都聽一張好經典嘅唱片，同埋亦都有睇嗰個演唱會嘅一個錄影。以前咧未有 LD 嘅廣州，都仲係嗰個錄影帶。我今晚要好好地注意一下我措辭，因為咧我有時我都唔係好中意人哋話，我細細個就聽呢個。但的確，佢嘅作品係一路陪伴住我一個好重要嘅童年。我好開心佢今晚嚟睇我演出。今晚我覺得喺我嘅職業生涯當中係十分之 remarkable 嘅一晚，我要喺呢度多謝陳偉嫻小姐。多謝。你知道嗎？我讀書之前嗰個演唱會咧，我真係由頭睇到落尾嘅。我由 opening 一路到 closing， 甚至乎成個跳舞街嗰啲 step 我都仲跳得出嘅。係啊，所以好開心，同埋我知道，慧嫻姐都好快喺1月尾就會開演唱會啦。我都，我可唔可以買同一個嘉賓嘅位置？自影攞住嘉賓嘅位置。好，多謝你。以下呢首歌可以話係我喺細個嘅時候，即係我未變聲嘅時候，我唱得最似你嘅，因為我學你啲咬字啦，同埋我覺得你好靚啊！即特別嗰個演唱會，哇！嗰頂嗰個頭衫同埋嗰條裙，咁啊，跟住我每次唱呢首歌嘅時候咧，我都覺得好似有一個任務喺身咁。直至到有一次，我都唔記得咗，應該係90年嘅某一個夏天嘅晚上，咁啊，有個叔叔，咁啊，因為我媽咪嗰間歌舞廳咧，好多孤身寡佬去唱歌嘅，咁我又女仔聲啦，咁有時佢哋冇女伴嘅旁邊咧，我就要做呢個伴唱啦。所以嗰啲咩相思風雨中啊，相逢何必曾相識啊，等等，我都有唱。咁啊，喺我表演嗰一節之前咧，啱有一個 uncle 就點一隻歌，佢又自己喺度唱銀雞百般愁啊。咁跟住我就同入邊個 DJ booth 嘅姐姐喺度講笑，其實我都唔記得咗我笑啲咩，但我絕對唔係笑出邊呢個叔叔唱得難聽。佢隔住塊玻璃，佢望到我哋喺一邊笑。他以為我笑他，跟住掟低支麥衝入嚟個 DJ booth 嗰度。你笑乜嘢啊？你再笑都想咁我打你啊！咁我當時得個9歲10歲，好似呆咗企喺嗰度。咁我當時咁咪諗下，我唔知點反應嘛。咁咪使出小朋友最有效嘅招數。我唔係笑你啊！好啦。佢鬧完我之後，嘣一聲，好似我媽話佢連單都冇埋，不過飲杯檸茶啫，咁啊走咗。咁跟住就到我唱啦喎，我仲要唱以下呢首歌，所以今晚就等我用以下呢一首歌，用 Priscilla 小姐嘅呢一首作品，經典作品，帶大家翻去嗰個我1990年充滿創傷嘅一個夜晚，送俾大家夜記 Thank you。
我在这花瓣千峰相送。唱歌的人在舞台上面有时很享受自己一个人唱歌，但有时我们也是寂寞的，所以我经常都很努力地去找很多很出色的艺术家和我在舞台上面一起表演。今晚的这个演唱会也都不例外。首先呢，我想用少少的时间很多已经入了行很多年的歌手一样，其实在时间的洗礼当中，我们会积累一些自己的作品，一些属于自己的 moment， 一些 concert。 下面我想讲讲我的 classic concert。 在2018年，我和我的演唱会监制庄少荣先生，我们合作了一个六场为期六晚的红馆演唱会，叫做 Inside Out。 当年是一个充满网络话题的一年来的，有些网民发现原来将很多女歌手的歌降低两个 key 之后，就会变成了张敬轩唱的歌了。所以高登天后琼姐呢，就给了一个档案叫做降两度天后。我觉得很不公道，就是我做了当时做了十几年才捱到一次开红馆的演唱会，但是她真是区区一个这样的新人，跟住自己的歌都没有，捱几个月就即刻可以上到红馆，还要自己又跳落唱唱了20分钟。以下这个部分是我特地打了个电话给她，我说喂江亮道，我的观众可能都会还记得你的，你想不想来澳门做表演嘉宾啊？她说不好了，我这人在家煲紧剧啊。我说你有没有想我同挂着你的观众讲的？她说人家都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我的。我想他全下有知，他很开心。以下是他要我 send 给大家的另外一个 message。 他有特别交代我，他说你啊唱好一点，不要影衰我。Music。所有陪自己另一半来看张敬轩的朋友，因为你们的出现我才可以买多张票。除了多谢大家之外，下面我想用少少的时间去多谢可以令张敬轩站在今晚这个舞台上面的各个单位，每一口气赶晒你出来。首先要多谢我们的主办机构英皇娱乐澳门伦敦人指定信用卡汇丰银行全力支持英皇珠宝支持单位 MAC， 以及我们的盈海汽车。山车流远照，世人来葬在深夜，仍等待的人。人去到某一个年纪咧，好多想法都会变。在我细个，2001年、2002年，我离开广州去香港发展的时候，是充满期待啊，觉得好兴奋啊！哇，终于嚟到呢一个由细到大睇剧集，异乡鬓影。五光十色的城市。但是到了这几年开始，自己有了一种落叶归根的感觉，经常都会挂住细个住的地方，挂住家乡的人和事。所以我很想藉着这个机会在这里多谢这几年少了很多机会跟大家见面，我广州的父老乡亲，多谢你们今晚来。
多咗好多生面口嘅朋友，多咗好多長輩，即係我想問一下，做一下個調查先，有冇啲我其實有冇00後嘅觀眾啊？講低條手啊你！一睇樣就知係唔係。好，有冇啲90後嘅觀眾咧？都唔爭在啦，有冇啲係聽我歌聽咗10年嘅朋友㗎？點解我覺得今晚好似有少少街客嘅感覺，但係大家都好專注喺度聽我唱歌，好似好斯文咁嘅。嗱，往晚咧，我哋咧，譬如話我哋今次做呢一個弧形嘅場地啦，其實喺香港好少做嘅，咁我就好怕忽略我哋兩邊嘅觀眾啦。咁前幾晚啲觀眾咧，佢哋即係。當我嚟呢邊嚟得少咧，咁佢哋就會發出尖叫聲。呢度祝各位朋友喺未來，唔係應該由聽日開始，老闆中意你，跟住升職加人工，未來兩年盤滿缽滿，祝大家玩多啲。好，然之後好，有冇啲朋友揾緊工㗎？有幾多朋友？有多少朋友是在求職㗎？現在？我们伦敦人还有几个人？我们伦敦人还有几个人？请不请人啊？